看来我这是宝刀未老啊，一刀就解除了危机。你可别吹了，刚才看你都要吓尿裤子了。抱不得，没人怎么办呢？我呢是担心家里被炸得稀碎，这怎么说我也是一点一点建起来的。行了，我要盖房子了，你别打扰我了，你去把附近的野怪清一清吧。你还指使上我了？咋的？你不想让我陪你去找地牢了？行了，我知道了呀。哎，知识人的感觉太胖了吧。学长看枪。啊，小屁孩玩什么标枪，差点没给我玻璃砸碎了，没收了。总算是完事儿了，这回楼梯就不用台阶木做了，直接整成爬梯，既节省空间还节省材料，全部整装待发。这回我看还有谁说我的房子像火柴盒。真像个火柴盒。美人，你就别跟着捣乱了，你还缺什么装备不？咱们要出发了。不逗你了，不缺咱们走吧。哎，就是这儿了。美人啊，在上面等我，我挖通了你再下来。这什么地方啊？怎么挖两层石头就是土呢？这石头还带夹心的，那还挺深，再不挖到就要憋死了。哎，总算通了。美人呐，你下来吧。挖到地牢了呀？好像不是地牢，是个小矿洞，应该离地牢也不远了。学长，我好像找不到你挖的洞了。啊，找不到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刚才无聊就在边上随便挖了挖，现在好像挖混了。哎，你还总说我马虎呢，你才真的马虎吧。那你随便挖挖吧，我自己找找地牢。这美人就是不想下矿，一定是又跑到哪里偷懒了。苦命的我呀。小伴们，你说这旁边能有地牢吗？